大年初五，我准备去黄山玩一趟，然后那边也有我的一些亲戚，去给他们拜个年，顺便再去黄山的老街周边的一些景点去转一转。出发，山里风景好，天气好，吃饭了，吃完饭了，干什么了？地方，他教我不教。你要什么皮肤？那我这是啥馅？老好吃了。嗯，好吃。它就叫不好吃。我三点半，跟他这边连麦上了。不是三点半吗？三点半嘛，我们俩四点半左右到老家，我们要到老家。还有红包收。我们现在坐公交车去屯溪老街。上一次坐公交车还得是忘了几年前。我们从这里坐到这里，这里对，车来了，车上没啥人。老街很好看，跟我一起逛逛吧。看起来是烧饼，有东西，酱菜。燕子毛豆，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，又来到了我的标准项目，给你们看看是啥。套圈儿，我很厉害的，每次这么多人看压力还挺大，最后出来了，你的没了。三二一，三，我还在做四颗，我竟然一个都没有套中。大家汉服的体验馆，看有很多汉服。来了这个民俗的活动，我们让一下。财神迎面走来，我真幸运。这里是小吃的集市，烤串的味儿，看。包子看上去好好吃啊，感觉很香的感觉。生煎包好吗？不说怎么闻到一股复杂的味道，原来是这么重口的烤榴莲。上一个 vlog 里面给大家看了热奶宝，今天又碰到了，我们再买一个尝一下吧。今天换一个口味，上次吃的肉松呢，这一次吃个要个黄油薄脆的吧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和不是冰的吗？烤的，冰的，那是还没烤，没烤透。嗯，旁边是热的，还蛮好吃的。一袋汉堡，这是烤苕皮是吗？对，烤苕皮。小狗儿 ，Hello， 小狗儿，小狗儿 ，Hello， 过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小狗亲了我一口。老多泡泡，切得好解压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毛肚。哇，这只也太大了，很适合我来跳舞。你们谁能换一下，把它换到我的头发上？换一会儿，现在来吃晚饭了，然后等晚上这个河街的灯开了之后，这个叫河街，河街的灯开了之后，我们再去看一下有灯光的一起吃饭啦。还有外面的，终于到了我让别人表演才艺的时候。草色青青柳叶新，叠翠绿影，午饭原因比空气。晚上开了灯的河街还是蛮有味道的，这个特别适合做密室逃脱，好看。在网上看到了
非常有名的一个酒酿，然后在这里，但是来到这儿它已经关门了，只能下次有人再来吃了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甜品店，叫光与石。看看，我们进来一下，这里环境特别好，你看，非常惬意，有点像我拍节目的地方。换个 BGM。这个是古房子改造的，是吗？这个是明清建筑。哦。就是你看到的现在这栋啊，是清代的。哦。然后古墓的那栋啊，它是明代的。我有一段爱路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程天气一程雨，因我如戏披天遮醉。到了黎阳老街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味道的书店，叫湛川书院。哎，这里怎么有我的？你确定的？给大家放大看一下，太漂亮了！我看到秋千就想。晚安啦！萌林，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时间7点钟，不对，8点了，8点半。不管几点，我现在要出发去石台，一会儿准备下去吃个早饭，然后就出发了。店楼下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指南针，然后指南针的外圈是一个罗盘。我的早饭。好困。睡醒了，每一个亲戚家的火筒我都要烤一下，也看暖和喽。什么菜？正宗的回菜。好。颜色好漂亮哦。来黄山真的吃了很多的碳水，回去又得减肥了，回去得好好练一练。我刚吃了一大碗饭。你今天穿的是国风的衣服哎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这个眉毛的中间是什么？一颗痣。世界上所有小狗都喜欢我。天气喜欢你。两个个。他喜欢你。他喜欢也养一只小。快来，包括煤气罐儿。看这个景色，终于到家了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给大家直播。今天晚安啦，晚上好，今天要去方特玩啦。在出发去方特之前，我要带你们去吃一家我小时候一直吃的面馆，特别特别好吃。还没到呢，就发现他们的队伍已经排到了门口，特别的火爆，他的生意，热气腾腾的，新鲜出炉的牛肉面，哇！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加香菜。我喜欢吃煮面。来啦，实在是没有位置了，人太多了，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小桌子。尝一下牛肉，牛肉好吃，味道
吃完了，现在回家了。我的评价是还和小时候一样的好吃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吃一下。如果来泾县玩的话，这里有三家面馆，香辣面馆是最辣的，然后还有205老面馆，我吃的是205，我觉得是属于中辣。你们可以让老板少放点辣椒。你好你好你好，过来过来，这种完全不受控的。刚入园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东西，没啥人。我最期待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过山车，但是它今天因为气温过低，然后没有开放，只能下次有机会来体验它喽。是木质的过山车，很好玩应该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缤纷华夏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原来这个缤纷华夏是比较这个适合小朋友来玩的一个项目。56个民族，五福。星星运动会的时候参加的项目，我当时的成绩是3个5环。那今天看看能不能打破我的记录，超过。等一会儿，儿童从这那里把剑放。脱板。第一个就试一下，因为是新功，我也没有这个没有练过。10环，这么厉害。打中了一个10环，然后几个10环边，成绩还是不错的啊，几箭都射在了这个10环中间一点。听说我10环是有奖品是吗？10环的奖品是吗？下面。10环的奖品就是这个。看一下下面写的。10环一次，我们拿一个泡泡。我们奖品昨天都拿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玩一个很恐怖的项目，叫灵魂之旅，是场景是室内过山车，走去看看。到了哦，那这个音乐了吗？还有他，我胆子越来越大。哇，上面还有个断腿。注意了，这鞋子都把人家那个扛腿上了。每次放的蛮好玩的。又来了，套圈又来了，我这个套圈高手，今天要一洗上次的这个在黄山的雪池，我来给他套中。看我的。第一个圈套中了，可以。啊，没有。我这个要全部套中。好。哎。越套越没底气。好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好看一点。套圈完了。可以，还算套中了啊。我们接下来玩的这个是会湿的，所以要买雨衣。我已经穿好了这样一个企鹅。
边两个人是吧？朋友们，这个项目是一个不适合冬天来的项目。这里有个舞台，我决定给大家来一段舞蹈。我够黑，我够勇敢，也不平凡，不爱孤单，看看。现在来玩这个激流勇进，然后还要租一套雨衣。爸爸，你来，我们怎么玩呢？刚才就是从这儿下来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裤脚，全湿，这边全湿。啊，看上去简单，实际很难。暂停解压。这哪有一个？我也太垃圾了。来，奖品吧。什么奖品啊？用面具吧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不用，我不用奖品。再充一点。看、啊、老板给我一个，哇，好好听、啊！坐上了这个女娲补天的这个香味。前方库洛山金堂补天，让我们开。凤冠。我们来看这个。很漂亮。接下来坐雷峰塔，第一次坐跳楼机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，但是也是算今天最刺激的一个项目了，还不错。里边有个突然下降的，还是蛮，就是这个表情，如果拍下来，应该是这种。拜拜啦，都玩完喽，来吃烤肉喽！硬是没在园区里吃的。老好吃了，嗯。老板老火，啊？老板老火。这牛肉不放调料都好吃。吃撑了，小心得冰点那口子，腾讯好，吃个萝卜解解腻。这牛肉真的，嗯，我每年夏天要到玉林湾转一圈，回来再给你们吃，好吗？花肉我是真吃不动的，他短视频和逐渐不耐烦，叮叮当当当叮，开始赎罪，晚安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要去摘草莓了，采草莓喽！草莓棚非常忙。小草莓，这个草莓，引出一个木槿。换了个赛道，
哇，怎么这么油光亮亮？这颗巨大的是我们老板要的，来山里吃饭。我要尝一下这个最大的草莓，甜不甜？太好吃了！哇，太棒了！有一个茶山嘛，这是，对，今天来带着大家爬一下。听说山上有这个冬笋，看我们能不能找到。刚问了一下，说是没了。我们来看看运气。这个就是大家平常喝的茶叶的这个茶树，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，这个茶树上的这个尖尖就会冒出来，这个嫩的茶叶尖，然后用这个手指给它掐掉，就成了我们在炒制烘制，然后就成了我们喝的茶叶。竹林，哇，你看太美了，这里很像那种武侠片。实在是找不到冬笋，然后我们准备原路返回了。现在一个下山最快速的方法，因为身边有这个竹子帮忙，就可以这样下山。内心慌的要死。喂，对，这就快速就是下山的方法。小时候经常下河玩。示范一下如何打出一个30多发的水泡。首先要找到这么光滑的石头，再一个用你的这个蹲下来的姿势，三，哇，这刚才那个是个错误示范，我们再找一个也是平的石头。小姑奶奶的舞蹈时间，又和我很好的小狗一枚。哎，继续赎罪。该说不说，运动完感觉真好。晚安了，早上好。现在去遛摩卡喽。今天连正脸都不给。蹦蹦香辣面馆，这家有点甜，没那家辣，但是也挺好吃。刚才有几袋备菜。吃完午饭，带你们到扎记去转一下扎记古镇。准备好了吗？然后这个院子装修的特别好，非常静谧，然后有很多的细节特别好看。在路边看到一个甘蔗，然后买来啃一下。嗯，甜。穿过一条小巷子，然后要去我找的那家咖啡店。刚出炉的酥饼，
别喜欢一家这个咖啡店，但坏消息是这家今天正好关门，这种事情总是能被我遇到。不然我们就可以坐在这儿享受着河边的美景，然后喝着咖啡，看着行人。来点一份炸年糕，我就要吃，然后一个臭干子，然后别的不用了。几个年糕？红豆酒酿臭豆腐，加点辣，好，谢谢。老脆了。你在家吗？老辣。有几个客人要咖啡。太阳要落山了，我们也要回家了。时隔好多年再一次来到扎记，这里已经变得非常的丰富了，然后有很多的民宿，有很多的美食，特别是这个街道两边这个旅游业的发展是真的非常迅速的。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机会可以来扎记玩一下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你们来这就会感受到这里的一片宁静，属于江南的特色，江南的徽派建筑的特色。好，期待你们过来玩。摩卡，你从宠物店刚洗完澡出来，香不香？考考我吗？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了。耶、你好，下次见，又不知道是何时了。摩卡拜拜。